转载自百家号作者黑马秋开，北京时间7月31号美媒发布了一张法国球星姆巴佩的获奖照片。如今19岁的姆巴佩已经获得了6个大赛得冠军和1个金童奖，也是前途无量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姆巴佩，通过图片可以看到姆巴佩至今已经获得了1个世界杯冠军、法国杯冠军、欧洲 U19 足球锦标赛冠军、法国联赛杯冠军、法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2次、欧洲金童奖，和接下来姆巴佩已经获得了7个大奖，前途真是不可限量。姆巴佩估计很多人是通过本次俄罗斯世界杯认识了这名19岁法国球星，他在场上的表现也是征服了球迷。本次世界杯姆巴佩打进了4球，并且荣获本次世界杯的杯最佳新秀奖，尤其是1/8决赛对阵阿根廷的比赛，姆巴佩也是完成了梅开二度，成功把梅西送回了家，也是让他名声大噪。姆巴佩和 C 罗世界杯结束之后，姆巴佩也被看成了 C 罗的接班人，他也有望成为梅西和 C 罗之后的另一个王者。曾执教过姆巴佩的摩内哥主帅雅尔丁对自己的昔日爱将赞赏有加，姆巴佩在过去3年中进步很大，他在世界杯上表现抢眼，如果他能继续保持这样的水平和进步，那么他就可以成为 C 罗的接班人。姆巴佩如今只有19岁的姆巴佩也成功入选了金球奖的10人候选人名单，未来真的是前途无量。不过姆巴佩毕竟还年轻，还有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，例如他的经验，在世界杯期间也是没少吃亏，如果他想成功接班 C 罗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。